弟弟妹妹原来是他们的孩子啊，是不是啊？哦，是他们的孩子。但是他们的辈的年纪也不大，就是几个月大，是不是啊？嗯，像他们妈就是出了月子以后，就是一个月呀，几个月。哦，几个月啊？对呀。哎，那我就是特别的好奇啊，但是我还侧面打听了一下，听说他们是什么叫做哈尼族，是不是啊？对，他们是哈尼族。对对对，我看到他们的就是肤色是挺黑的，但是长得挺漂亮的。我还侧面打听了一下，听说哈尼族的姑娘他们是以黑为美的，是不是啊？是了嘛，这个呀，像他们呀，常年的话是在山上居住嘛，所以说像他们的皮肤嘛，就是说比较黑一点了嘛。哦，他们的皮肤是比较黑的。对对对对，就是哈尼族的姑娘一般都是在这个山上居住的比较多，是不是？哦，是，也是挺分散的。嗯，他们是以黑为美的，是不是啊？哦，这个是。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哎，小阿妹，你也是这个少数民族吧？哦，我妈，我也是少数民族了嘛。哦，你也是少数民族啊？我是了吗？哎，有人说美女结婚了吗？等一下，我给大家问一下啊，您是哪个民族啊？哦，我妈，我是那个傣族里面的水傣。哦，傣族里面的水傣。是了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听说傣族分为什么三大系，是不是啊？嗯，像我们这个族了嘛，他们分为三大系啊。都有什么系啊？像我们水傣呀、汉傣呀、花腰傣呀。哦，水傣、汉傣、花腰傣，是不是？是了吗？水傣的姑娘她们一般都是在这个平原居住的比较多，就是山底下，是不是啊？你像我们这个三大支系嘛，就是说我们水傣嘛，就是喜欢在平原居住，还有嘛，就是说我们喜欢住在自己鱼塘的旁边嘛。哦，像我们其他两个支系嘛，他们喜欢在山上居住。哦，对对对，我懂了，就是你们这边的水傣都是在这个平原还有这个鱼塘旁边居住的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是了嘛。那就是每家每户都有这个鱼塘，是不是啊？你像我们这边嘛，每家每户都有了。哦，都有了。哎，那个小阿妹，我怎么称呼你呢？哦，你叫我玉云溪嘛。玉云溪啊。是了。这个名字确实挺好听的。然后，哎，我听说你们这边的姑娘，水傣的话，还有傣族，一般姓玉的比较多，是吧？嗯，像我们这个傣族了嘛，我们女孩子嘛都姓玉，男孩子的话姓矮。哦，男孩子姓矮，女孩子姓玉啊。是了。哦，那我懂了。那个小阿妹，小玉啊。哦，叫我小玉。哦哦，小玉，小玉，您看，就是我和你聊天的话，一会儿你老公来了，会不会看到我，会不会揍我啊什么的？哦，这个大哥呀，你可不能乱说嘛。你像我们这边嘛，就是说，没有男朋友的不能乱说，被人家听到了不好了嘛。哦，您的意思，您还没有成家呢，是不是？哦，我妈还没有呢。哦，还没有这个男朋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因为啊，我听说在你们这边的话，就是女孩子啊，有些女孩子是早早的不上学了，她们就是回家就是干农活，等着去嫁人呢。我想着你也可能都结婚了啊、你还没有结婚呢啊？哦，我妈还没有呢。不会吧，直播间的哥哥姐们，你们可以看一下，我是有点不相信。哎，你像你长得这么漂亮，应该不愁嫁吧？要么就是要求挺高的吧？是不是啊？哦，你像我们这边嘛是有习俗的。哦，有习俗的。啊、哦，原来是有习俗的。是，我还想着你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结婚还没有男朋友，是不是要求挺高的？原来是有习俗的，是不是？我们这边呀有习俗。都有什么习俗啊？你可以说来听听嘛啊。你像我们这边嘛，就是说，我们大的没有出嫁嘛，小的还不能嫁。哦，你们这边的是大的没有出嫁，是小的是不能出嫁的啊。是。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小玉啊，你们家里是兄弟姐妹几个？哦，我们家里面嘛没有兄弟了，我们家里面嘛都是姐妹，都是女孩子了嘛。哦，你们家里全部都是女孩子啊？是了。我的天哪，您家里是几个女孩子啊？哦，我们家里面嘛姐妹五个了嘛。什么姐妹五个女孩子？是都是。我的天哪，那您爸爸妈妈特幸福啊，五朵金花，是不是小阿妹？
什么金花呀，都是女孩子嘛。女孩子，我跟你说，就是在我们那边的话，他们都说女孩子是那个爸爸妈妈的小棉袄，真的。你像我家里就是兄弟两个，我妈就是特别想要个女孩子，也一直要不到。所以说，咋说呢？女孩子在我们那边吃的可香了。我们那就是我们那边不是有句话怎么说，女孩子要富养，男孩子要穷养。所以说你看你家里有五个女孩子都这么幸福啊。哎，那个小阿妹，那家里五个女孩子她都是没有成家的还是啊？但是像我们家里面嘛，就是我们大姐嘛，她都结婚很多年了。哦，大姐都结婚很多年了。是了吗？大姐的话她是嫁到哪里去了？我大姐嫁到那边，我们寨子。嫁到你们这附近的寨子里面去了。哎，那个小玉，你们这边的姑娘她是不外嫁的还是什么情况？这个不外嫁啊，哥，是我们以前的老习俗了。是你们以前的老习俗了。是了吗？您的意思现在的话是可以外嫁的是不是啊？现在嘛，就是我们相互喜欢的话就可以外嫁了。相互喜欢的话是可以外嫁的。是了吗？您是排行你家老几啊？我妈是家里面嘛老四了。老四啊。您还有个妹妹呢是不是啊？我家里面妈还有个小妹了。有个小妹。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小玉，那您二姐三姐的话是没有成家对不对？我二姐姐我三姐姐妈他们两个现在还没有谈对象呢。还没有对象啊？是喽。那从你这个长相应该也能看出来你二姐三姐长得也特别的漂亮是不是啊？他们两个哟是我们寨子的寨花，长得特别特别漂亮。还特别漂亮。我还特别的好奇啊，我想去你家里看看你二姐三姐呢。不知道方便不方便啊？这个嘛可以是可以了阿哥，但是就是嘛你得等我把我们家的鱼喂一下。小玉，那您今年几岁了？我今年的话是那个23岁了嘛。什么23岁了？是了。那都成了大姑娘了是不是啊？我们寨子的老姑娘了。老姑娘，你这小阿妹说话挺逗的。那我想问你个事啊，那像您二姐三姐的话大概也有几岁了？我二姐姐我三姐姐嘛他们两个今年26岁了。都26岁了。是了。也没有对象啊是不是啊？他们两个妈还没有呢。那如果说您二姐三姐想找的话，她想找个什么要求的你可以给我说一下吗？如果你们这边的女孩子是可以外嫁的话，我如果有朋友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啊？他们两个的要求嘛就很高了嘛。要求是很高了。是了。都有什么要求啊？你像我二姐我三姐妈他们想要找一个成熟呀稳重的，就是年纪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是不是？然后嘛还要找一个那个劲儿大的。有力气的。是了。人家都是找的是有车有房的，你们为啥要找一个成熟稳重一点的有力气，找一个劲儿大的干嘛呢？那像我们呀干活呀。干活啊？是呀。你想找一个有力气的去干活啊？像我们这边嘛，山上嘛，农活比较多喽。像我们这边嘛，有力气嘛，好干活。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女孩子如果嫁出去的话，人家男孩子在你们这边不生活的话，就不用干活，是不是？那这个嘛，也要干活了嘛。像我们呀，一起去干活了嘛。一起。我说女孩子嫁出去的话，还需要干活吗？你看都嫁出去了，人家咋来你们家来干活呢？是不是？这不现实啊。不用干活。这个就不用干活了啊。我还没懂你的意思。那小阿妹，那就是你们这边的话他要不要这个彩礼啊什么的？那这个嘛要嘛是肯定要了嘛阿哥。彩礼是需要的。是了嘛。就是彩礼高不高啊？我们这边嘛要求呀是很高的了嘛。都需要什么啊你可以给我讲一下吗？那这个嘛就是给我们那个一头大水牛。什么？就是那种大的大水牛。一头大水牛呢？是了吗？大大的水牛啊。我还第一次听过。要活的啊。要水牛做什么用呢？干活呀。也是干活呢。是了吗？这就是你们的嫁妆是不是啊？还有
一头老母猪。嗯、要老母猪，还要老母猪呢？就是活的老母猪。啊、哦，我知道，你们这边的习俗还挺奇怪的。哦、要老母猪，它是做什么用的啊？我们这边的习俗啊。我知道啊，它是、用来是吃的还是养的？我这个嘛，是我们用来呀、就是说我们招待人家客人用的嘛。我懂了，就是你们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招待客人，是去吃的，是不是啊？是了嘛。那还要什么呢？哦，那这个嘛，还有那个十全十美嘛。十全十美。什么十全十美啊？就是嘛，十只公鸡，十只母鸡了嘛。十只公鸡，十只母鸡。你要鸡干嘛呢？不会吃吧？还是下蛋呢？我们这边的习俗了吗、啊、就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吗？留下来吗？我们自己养了吗？留下来自己养呢？合适了吗？那也挺好的，以后要了十只公鸡，十只母鸡，也可以给你们下蛋，也不出鸡蛋吃了。哎，你们这边的习俗还挺，就是挺奇怪的。那不要那个什么这个心意钱或者什么的啊？那个嘛要呀，那个嘛我们就要的多了嘛。哦，就是那个彩礼的钱要多了。是了。要多少啊？我们嘛一心一意一个万了嘛。什么要一个万？是了。一个万也不多啊，你可以看一下，一头大水牛，一头猪，还有十只公鸡，十只母鸡，那一共加起来最多也就是三个万、啊，不多啊！我还以为你们这边有什么高的要求啊！哎，直播间的哥哥姐们，你们感觉他要求高不高？高的话扣个一，不高的话可以扣个二。真的，你们也可以过来，或者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就是，现在还没有女朋友的啊？不高啊？这还不高呀？哦、高的话扣个一，不高的话扣个二。高啊！有人扣一说还高呢。我的天哪，小阿妹，您知道不？在我们那边，就是结个婚，没有个二三十万是下不来的。你们这边的话，不高啊，才三个多啊。哎，那个小阿妹，就是您二姐、三姐的话，这会儿在不在家里啊？我二姐、我三姐妈，她们两个去山上干活了。我小妹妈在家里呢。你小妹在家里呢？是了嘛。您刚说你二姐、三姐。他们也是双胞胎是不是啊？他们两个妈是双胞胎了嘛。原来是这样子的。哎，那我方便去你家里看看，或者想看看你那个小阿妹是什么情况，可以不可以啊？这个可以，是可以哦，阿哥。就是妈，这个妈你得等我把我们家的鱼喂一下。要把你家里鱼喂一下呢？是了。行行行，那个小阿妹，那个我去你家里，我给你家里不买点东西，我感觉这不方便吧啊。这个嘛没关系了嘛，阿哥，我想你妈可以到我们家里面嘛，我给你倒口水喝了嘛。倒口水，好的好的，你确实太好了，小阿妹啊，这是就是直接喂鱼啊，是不是啊？我们这边嘛都是用这个去喂鱼了嘛。就是都是用这个去喂鱼的。是了嘛，看我们家的鱼嘛，他们都过来了嘛。你们家里这都养的什么鱼啊？像我们这边嘛养的罗非鱼和江管鱼了嘛。养的是罗非鱼和江管鱼。都是热带鱼是不是啊？对呀、像我们这边嘛属于热带呀、我们养的鱼嘛都是罗非鱼和江管鱼。哎，那我想问你个事啊，小妹。如果说像你们家里这个鱼啊，如果卖的话，它大概一斤能卖到多少钱啊？像我们这边嘛卖的话，我们一斤的话是2块钱一斤了。两块钱一斤。是了吗？您的意思2块钱一斤就可以把这个鱼卖走了？是了，你像我们这边呀，都是自己家养的鱼嘛，所以说像我们妈卖的话就2块钱。那也确实挺便宜的。那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一会儿走的时候你给我买几条鱼，我去你们这个镇上找个烧烤店，我去烤一下吃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完了我把你们家里这个鱼全部买走，行不行啊？这个阿哥你不用买了吗？一会儿嘛就是说我一会儿嘛让我阿爸回来的话就是抓几条给你嘛，这个你不用买了。哎呀，你这小阿妹太好了。行行，你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家里这个鱼啊都是吃的蔬菜。哎，小阿妹，我看你们就是把这个菜都切得这么碎是做什么用的啊？你像我们这里面嘛都是小鱼苗了嘛。家里有小鱼苗呢。是了嘛。你们可以看一下，确实是挺碎的啊，它这个小鱼也是挺多的。行行行，那个就是哪个是你们家啊？那个嘛是我们
家了啊。哦哦，那里是你们家。哦，是的。哦，在你们这边的话，都是住的挺分散的，是不是啊？每一个山上都有一户人，是不是啊？嗯，你像我们这边嘛，就是说我们这边呀，喜欢自己住在自己鱼塘的旁边嘛，河地的旁边嘛。哦，我懂了，小阿妹挺漂亮的。哎，哦，这是你们家的房子，我看这个房子它是挺有这个年代感的，是不是啊？哦，我们这个房子嘛，都60年了都。哦，都60年了。哦，是了。都居住有60年了。是了嘛。那确实挺有这个年代感的。哎，你们家里就是祖祖辈辈都是在这里居住的，是不是啊？哦，是了嘛，像我们这边嘛，啊，祖祖辈辈呀，都是住在这里。哦，都是在这边居住的。哦，你们不可能是晚上在这地下室居住吗？哦，那这个不会呀。啊。啊，像我们这个呀，这边的话比较潮湿嘛，哦，还有就像我们这边呀，蛇虫鼠蚁比较多了。哦，对对对。然后嘛，我们底下的话是用来养养鸡呀，养养鸭呀。哦，用来养养鸡、养养鸭的啊。哦。是了嘛。是。还有嘛，就是放放这些杂物呀。哦，放放这些杂物啊，我懂了。合适。哦，哎，你说你小阿妹在家里呢，我可以看一下你小阿妹吗？我可以吗？啊，我给你叫嘛，啊，小妹。啊，他叫他小妹，你们想不想看小妹？这个是我小妹吗？哦哦，你小妹在那边呢啊。我小妹嘛，啊，她从那边过来了嘛，刚回家。啊，你好你好，哎，这小妹感觉挺单纯的。哎，你好，你今年有几岁了啊？我今年19岁。19岁，我看你特别的小，像个18岁小姑娘。哎，你两个长得挺像的啊。你我们姐妹吧，长得肯定像。你这四姐感觉是比较成熟啊。我发现你们这普通话也挺好的。哎，您是什么学历啊？哦，我是那个初中毕业了嘛。哦，初中毕业的。那小阿妹是什么学历啊？我是上的大学。哦，您上的是大学。我的天哪，我听说就是在你们这边大山上，如果能出一个大学生很稀少的，是不是啊？你是你们这个大山里面就第几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啊？啊，第一个。哦，第一个。我的天哪，就是您去过哪里啊？去过昆明。昆明。哦，你们的省会啊。啊，昆明啊。我的天哪，那你还是第一个大学生啊。确实不一般啊，小阿妹挺单纯的，你别怕，我是好人啊。哎，没事，我和你小阿妹可以聊一下吗？哦，这个可以啊。嗯，行行，你看你把小阿妹搂的那么紧着。哎，你好，我叫那个小凯着。嗯，小凯，我是来自一个旅游者，我想来你们这边就是参观参观一下。刚才碰见你这个四姐，她是在这个切这个蔬菜喂鱼呢，和她聊了一会儿。我听说您家里是5姐妹，是不是啊？是的。您是最小的一个，这么漂亮。哎，那我方便可以问一下吗？您现在就是有没有这个对象啊？没有。哦，还没有啊？就是也毕业了，是不是？还没有。还没有毕业。对。哦，在实习。哦，在实习呢。嗯。您是学的什么？就是这个那个专啊？医生。哦，医生啊。对。你咋想学医生啊？因为我们这一片很偏僻嘛。啊，很偏僻啊。嗯。哦，我懂了，就是你想以后想去哪里工作，想在你们这边还是想走出去啊？想回来。想在你们这边。哦哦，我懂了，就是你学的医生，就是想以后留在你们这边大山里面，是不是啊？给你们这边的老人啊去看病，是不是啊？对。哦，就是你们这边就是那个镇子上山底下很远，是不是啊？很远。不方便啊。对。那看来你这小女孩还是挺有这个正义感的。心肠好啊。你们家里5姐妹，听说现在的女孩子是可以嫁出去的，是不是啊？是的。但是你们我听说还有一个是要以后把最小的留在家里，是不是？还是对，你想在家里还是你四姐想在家里啊？啊，你像我妈就是说想我妈，我想要留在家里面嘛。像我小妹啊，小他们的她的话，就是我们家里就是说想要让她走出去嘛。啊，您的意思就是想你想留在家里啊？哦，是的。但是你小阿妹说她上学以后，她出来后想做医生，在你们这边看病。我感觉你们这姑娘挺单纯的。你别怕，小阿妹，你们可以看一下叔叔阿姨们啊。小阿妹感觉有点
有点怕我，咱们可以在那聊一下吗？这边有点光线有点黑，行不行啊？可以吗？这小妹单纯的很，哎呀，瘦小瘦小的。哎，你们这边的姑娘都是很瘦吗？啊，我感觉是不是你的爸爸妈妈阿爸阿妈他是比较爱你呀、啊？给小阿妹不吃饭、啊、是不是？你看小阿妹多瘦啊，小阿妹的啊、嗯。哎，我想问小阿妹和姐姐，你们这边的姑娘她们都是不化妆的吗？啊，从来不化妆，都是这种自然美啊。哎呀，你们可看小阿妹特单纯，特漂亮。哎，四姐也漂亮，四姐感觉是比较成熟，就像那个80年代的那种头发，感觉就是像那个村姑一样，像我们那边叫村姑啊。嗯，那我两个姐姐的话也会更漂亮嘛。啊，两个姐姐还更漂亮是不是啊？其实你们姐妹都长得挺好的，其实你们可以走出去。哎，大姐，四姐的话去过昆明没啊？哦，我妈没有呀。哦，您是初中毕业的啊？哦，是的。哦，您是大学现在毕业了，正在实习啊？对。也是你们这个整个大山唯一走出去的一个大学生啊？对。我怎么称呼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叫我小玉就行。你也小玉？哦，你们这边的女孩子都姓玉是不是啊？对。啊，原来是这样子的，挺好的，挺好的。今天我很高兴能认识你们，你别害羞啊！我感觉这小阿妹有点怕，你别怕。其实我是好人啊，我直播间的人都是好人。完了，我也可以把我直播间的朋友，我可以介绍给你们，你们可以认识一下，行不行啊？哎，你刷不刷抖音？刷过没啊？刷的。啊，也刷过抖音啊，就是你们都有手机是吧？对。啊，有手机正常，现在这个社会谁还没个手机啊？但是我就是用抖音直播呢，知道吗？就是记录抖音美好，更好的生活，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好人，所以说你们也别怕。可能你们这边大山的，就是来你们这边大山的，就是人是不是很少啊？是了、我们这边呀，平时的话会有一些那个什么，就是来收一些水果呀、山货的老板，他们会来吗。哦、就是其他的陌生人比较少，是不是啊？是了吗？你们住的话是在哪里居住呢？我妈妈是在这里。大哥，你到我们家里面来坐一下。我去您家里，这恐怕不方便吧？我怕你阿爸阿妈一会儿在的话，你阿爸如果揍我怎么办啊？这个没关系嘛，阿哥，你看我阿爸这个人哦，他是比较热情好客嘛。我阿爸人阿妈呀，他特别好的。特别好、哦、那万一我上去后，你阿爸再看上我了，不让我走了怎么办？让我在你们这边当姑爷怎么办啊？那这个嘛还不好呀，阿哥，让你在我们这边嘛给你讨个媳妇儿也挺好的。哎，直播间的哥哥姐们，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认识他们这边的小阿妹，或者你们还有单身的，如果想认识的话，左上角有个小加号啊，你们可以点一下，我可以就是帮你们互相认识一下，是不是？咱们就是出门在外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哎，那如果说我把你们的我把你们介绍给我直播间的朋友认识，你看行不行？这个嘛也可以嘛，阿哥，到时候嘛像你的朋友们嘛，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嘛，然后我们到时候嘛会给他们做我们这里的好吃的嘛。啊，真的挺这么热情啊。对，是呀，像我们这里的老人呀年轻人，我们都很热情好客的。那行，是阿哥，你到那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就是你们想认识的话，你们可以点个关注啊，就是我你们或者就是咱们以后下播的话，咱们可以去联系一下，我可以帮你们去和他们认识一下。小阿妹，我你想不想认识我朋就是我直播间的朋友，他们都是好人，真的可以认识一下，以后你也可以去他们那边的城市去玩，行不行？好。哦，好，小阿妹太单纯了，我感觉。我跟你说，你是我见过就是第一个这么单纯的女孩子，你别怕我。嗯，我一会儿给你们买个好吃的，请你们吃个饭，行不行啊？不用了。不用了，行。那我一会儿把你们的这个抖音号或什么的联系方式可以不可以给他们啊？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哦，也可以给他们。行，直播间的哥哥姐们，那上面有个小加号啊，你们可以点亮一下。我一会儿就是你们想认识他哪个姐妹的话，我可以给你们。那要不咱们上去可以看看是不是啊？没事嘛，阿哥，你可以上来到我家。我上去的话啊，你们家里这还需要脱鞋呢啊？这个没事嘛，你可以上来嘛，你不用到我们家里面脱鞋吗？这个上来后是你们家里一个阳台是不是啊？哦，这个嘛是我们家里阳台呀、
哦，你们家里有个阳台，阳台的话，你们在这里吃水做饭是不是啊？哦，你像我们平时嘛，会在这里洗澡呀、做饭呀，什么都会在这里，还有就是晾晒一些像辣椒呀。晾晒一些辣椒啊。哎，你们如果说洗澡的话，他是在哪里洗澡呢？哦，我们妈也是在这里呀、也是在这里去洗澡。我就说你不搭，被人看到了不好啊。有人说这是哪里啊？这是咱们的西双版纳，旁边的话是挨着这个老挝的，他们这边的话是一个原森林，你知道，也是一个热带雨林啊。行，这里是你们的客厅是不是啊？是我们平时呀，就是吃饭呀、聊天坐的地方嘛。哎，对了，哥，给你拿个这个吃吗？行啊，我就不吃了。这个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小芭蕉。好的，谢谢你啊，你这小姑娘太客气了。直播间，哎，里面的是谁啊？哦，里面是我阿爸嘛。哦，是你阿爸。是吗？这不方便吧？要不再出去吧？阿爸在午休呢，是不是、啊？因为我阿爸妈他一会儿的话要去割胶了嘛。要去割胶呢。是。行，那要不咱们下去聊一会儿行不行啊？可以吗，阿哥。阿爸是在割胶呢，原来是这样子。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就是咱们直播间还有100多个人啊，就是咱齐心协力把上面这个小加号点一下啊，一会儿帮忙就是咱们互相都认识一下，对不对？我也是来这边旅行来。哎，小妹，要不咱们在那聊一下，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吗，阿哥？在这里可以。哎，我想问你个事啊，那你们这个房子都是木头搭建的，你们这边不是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吗？一个雨季，一个旱季。你像你们现在的雨季的话，如果说下大雨的话，你们这边的房子它会不会漏雨啊什么的？像我们这边阿哥他是不会漏雨的，像我们这边嘛，就是说这个房子它是很安全的。哦，很安全的啊。你看吧，阿哥，来看我们这个上面嘛，你看阿哥，是用这个老瓦片做的。用这个老瓦片去做的。是这样子的。你们这个房子它叫做什么，我听我朋友说叫做什么吊吊楼是不是啊？那你们那边嘛是叫它吊脚楼了嘛？像我们这边呀是叫它傣楼了嘛？叫它傣楼了。我懂了。原来是这样子的。哎，小美，我听说啊，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长寿村啊？是不是啊？这个在你们这个山上是不是？这个长寿村吗？你是怎么知道的呀？我是看过那个中央台的纪录片嘛，听说有一个广西的把马啊，他不是有个长寿村之乡嘛，就是像那边的老人啊，在闲余的时候，他们都会拉着这个桌椅板凳往那个慈辽山洞一坐，什么也不用干，但是他们的身体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我这次来以后就想来你们这边旅游一下，也想拜访一下你们这边的长寿村的老人，就是他们都是有什么独特的秘诀啊或者什么啊。你像我们这边嘛，是之前有很多的那个记者呀什么，他们的话也都是到我们这边也来过，对不对啊？我也是看过那个纪录片，是你们这边有的，所以说我过来。他们一般都是我看到，就是我从你们那个山上我下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老人，他们年纪挺大的，70、80岁，他们还在山上去干活，他们还要骑着摩托车呢，是不是啊？不是了嘛，你像我们这边老人呀，他们就是活得老干到老，像他们呀就是80、90岁呀，还有快100岁的嘛，他们呀去那山上割胶呀干活呀都有的。去干活割胶。不是了嘛。是割什么胶啊？就是你们枕的那个枕头呀，睡的那个床垫了嘛。就是那个乳胶枕啊。对，还有那个乳雕床垫是不是啊？是了嘛，就是用你们这个胶割出来的原料。是了嘛。原来是这样子的。还有你们那个汽车的轮胎呀，它都是用这个胶割出来的。这个胶割出来的。原来我懂了，就是我还刚来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就是每一棵树啊，它都放了一个碗，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它放这个碗是做什么用的？我还以为是给树上吃饭的，原来是你们割胶的，是不是啊？他们那个嘛，不是用来就是说给树吃饭的嘛。那个呀，就是说用来我们接浇水的嘛。我懂了。
那我想问你小阿妹，你二姐三姐的话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手机快没电了，其实我还想着等着跟我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去看一下你二姐三姐呢。她说你刚说长得特别漂亮，还是你们寨子寨花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你们想不想看啊？我手机也快没电了，我还想等她充电呢，我怕我一会儿再关播了，他们也没有关注我，找不到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大概几点能回来啊？哦，他们呀去那个山上干活了，然后他们一会儿的话就回来了。哦，一会儿就回来了。哦，是的吗？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就是我左上角有个小加号啊，你们可以点亮一下，因为我怕你们一会儿找不到我了，我手机快没有电了。哎，你们这边的话有没有厕所什么的啊？哦，厕所吗？我们这里有呀。有啊。是了吗？你看，要不这样子吧，你帮我把我手机拿着，跟他们聊一会儿，还有你小阿妹可以聊会儿，我去你们那边上个厕所，你看行不行啊？哦，这个也可以吗？啊，也可以啊。哦，是了吗？行。嗯。哦，那谢谢你小阿妹啊。哦，没事嘛。嗯，就是说来给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我跟你们就是说聊一下我们这里是哪里。我们这里的话是那个西双版纳。哦，我们是西双版纳这里。然后就是我们这里的话也是那个热带雨林嘛，像我们这里一年四季的温度的话，它都是那个30多度，28度到30度左右。然后我们这里的话一年四季它是夏天，一年分为两个季节，一个旱季和一个雨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现在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这里的那个雨季了嘛，但过一段时间的话都是我们这边的旱季了。哦，这里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家里，是我们这边的家里。像这个树的话，哦，是我们家里，是我阿爸种的那个橘子树嘛。哦，是这个，是我阿爸种的橘子树。像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会给房前屋后会种满，就是这个是我们这里不是磨函口岸，这个的话它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树，是我们的那个柚子树。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房间，是我们的家里。但是我们这里的人的话，他是住的是这种房子，就是这种吊脚楼。我们这里的话是叫他傣楼。像我们这里的话一般是在楼下不住人的。哦，我们楼下是不住人的，我们楼下的话是用来养鸡和养鸭的。因为像我们这里的，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房子的话，它一楼是特别潮湿的，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就是底下不住人的。是的，我们这里好古老的吊脚楼。这个房子的话，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有60多年了。像我阿爸呀，我爷爷他们妈是在这里住，一直住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啊。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像我们家里的话是姐妹，姐妹五个，我有个小妹，我是家里面的老四，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小的妹妹，我家里边三个姐姐。像我大姐姐的话，她是嫁出去了，她嫁到哪里？她就嫁到我们对面的那个寨子上去了。哥哥姐说，哎嘛，他们是嫁到我们那个对面的那个寨子上去了。但是的话，像我们的二姐呀和三姐哦，他们两个的话是没有嫁出去的，他们两个没有嫁出去。像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话，就是一般就是像我们这里的女孩子生的比较多啊，生的比较多。像我二姐和我三姐的话，他们两个的话还没有嫁出去，他们两个今年的话26岁了。像我的话23岁，我小妹的话今年是那个19岁啊，我小妹的话是19岁，我的话是23岁。但是像我两个姐姐还没有嫁出去呢，我两个姐姐的话她长得也是特别好看的。像我大姐，哎你好，你们家里这个厕所太小了，我都上不下来了。我们家里面的厕所嘛，像我们这里呀，就是很小的嘛。手机也快没有电了，直播间的哥哥姐们，就是左上角有个小加号，你们点一下啊，我就下了啊。
啊，就下了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因为没有电了，你想不想跟他们聊，认识一下，可以不可以？哦，这个也可以吗？你也可以把手机转过来，你和你姐妹和他聊聊也可以啊。哦，那也可以吗？行，那我把手机摄像头转过去，你和你姐妹在一块儿和他聊聊啊，可以不可以？啊。哦，那也行嘛。嗯。嗯，好。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头发的话，是不是你们看是不是我这个发型？这是我小妹啊，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小妹，你们感觉我们两个像不像？我的这个是我小妹，我是家里的老四，还有的话就是说我二姐和三姐，你们感觉我姐妹，我们家两个姐妹像不像？像我小妹妹的话，她是上那个是我小妹妹的话，她今年的话，她是上那个大学。哦，大学然后实习，他是那个护士嘛，像我的话就是在家里边干活，还不像我们两个很像吗？还不像啊。我姐姐我妹妹的话是像我，是像我阿爸的，我是像阿妈的，我是像阿妈的，嗯，我是像阿妈的。然后妹妹的话是那个啥，像我妹妹的话就是性格的话就是比较内向一点啊，因为她年龄的话是比较小的，是比较小的啊。我妹妹的话是很年龄小，像我们的话，我的话年龄都已经很大了，都已经很大了。这都跑了，就是说我看很多姐姐们一照我们姐妹两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镜头转过来的话，你们都跑了。我小这个是我小妹，我是她四姐，跟妹妹都很漂亮，但是我感觉是我妹妹好看，还有我两个姐姐，我二姐姐我三姐姐哦，她们两个这会去那个山上干活了，但是我二姐姐我三姐姐她们两个比我们两个还要好看还要漂亮。嗯，我二姐姐我三姐姐的话，她们是寨子的寨花，然后她们个子也特别高也特别瘦，然后她们两个的话也是特别特别的白的，也是特别特别的白的，然后他们两个的话是长得是我们寨子的寨花，很漂亮的，很漂亮，很好看的。他们两个长得超级好看，超级漂亮。就是说你们，哦，可以吗？像我们这边的话，像我二姐姐、三姐姐，主要就是说喜欢你们吗？他们的话，每句话我话太多，每句话，那你可以不听嘛，对不对？是不是？你可以不听呀，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不听，你可以走出去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又没有说是，我又没有说是强迫你在里边去听嘛，对不对？是不？像我们的话，像我们的话，我们也不会说很多好听的话，我们也不会说很多好听的话。所以说你要说像我们也是那个啥，那个哥哥让我们跟你们聊天儿，但是我们两个又不会说很多的话，然后就是只能就是有时候会给你们重复两遍，哎，你们又嫌我们话太多。你别跟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吵架啊。我没吵架。哎呀，他们说啥就啥。他们说我们话多。叔叔阿姨们，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不懂这个啊，不懂这个啊，他们不懂。其实他们想认识你们，就是他们不可能年纪大了。不爱听你们啰嗦啰嗦啰嗦不好的，是不是叔叔阿姨们？对不对？嗯，叔叔阿姨们，就是你看，看我穿的是耐克，高尔夫的帽子啊，来这边旅游来了啊，给你们敬个礼啊。咱就是不说了啊，我就下了，手机没有电了，我等一下二姐三姐回来，我等一下她二姐三姐回来，我去给大家开播啊，哥哥姐们啊啊。什么富二代呢？这嗑唠的，我是个旅游的啊，比较爱旅游。哥姐们，我先下了啊，你们就是没点可以点亮一下啊。再见啊，下我一会儿开播的时候，嗯，你们想找他姐姐什么找我找不到了，再见啊，再见。